喂喂喂喂 ，Hello， 你好，我是马来西亚实况鬼王思敏。今天我们又要来玩这个 Chillax 的恐怖游戏啊！那放心，这次呢没有鬼 ，OK， 但是有变态。那我看他们这一次的诱拐事件的一些预告还有片段呢，好像是说我们扮演一个小孩子啊，然后可能会遭到一些怪叔叔绑架之类的。那我非常的期待啦啊！我就说我非常的期待这款游戏 ，OK， 不是被绑架 ，Bro。那我们一个开始吧。什么屁孩在叫啊？OK， 我调了一些设定，好像调整又没有调，这是什么？怎么会有一根移动姐夫？哦，不是，是锤子。OK， 市民。哦，一开始就，喂，什么熊？干嘛？我该不会是在被虐待吧？哦，你有在听吗？起码要回个话吧。是我奶奶吗？干嘛？喂，奶奶。哇。奶奶，那不要走这么近哦。OK， 你不想提早超度的话，奶奶有点奇怪吧？不能往上面看。是我敲他还是他敲我？有点迷惑哎，这整个画面。奶奶。完了，奶奶领饭盒了。然后呢，我奶奶 ，why？ 奶奶是长得比较丑，但也不至于吧？年也男童 ，OK。啊，又来了 ！Oh my god， 梦怡了，被大家发现了，要去说我尿床的事。对对对，只是尿床 ，OK， 不是梦怡，绝对不是看到奶奶那张脸梦怡 ，OK， 绝对不是。所以刚刚是什么啊？哦。我是一个死小孩耶 ，OK， 老爸，那张可你吉哇，爱是带路，又是我房间吧？哇，也太烂了吧！爸妈肯定是什么穷夫妻啊，干，投胎到他们家真是倒霉耶！找个机会离家出走好了，各位我们。喂，不知道我说他们把设定调了，好像等于没有调亮的。Why？ 打你，妈咪。不是他们叫什么？我记上哦，嗯，哇！阿尼桑，うるさい，うるさい，話しかけてこないで。本当うっとうしい。あんたたちさえいなければ。What？ 言わなきゃよかった。哇，这妈妈很千禧年哦。那是我妈妈吗？跟我姐姐吵架吗？这里我还没有看呢。哦、我妈说不应该生我哎，那我早点离家出走哦。那个才是妈妈，她在整理衣服。妈咪，让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零用钱。妈咪，妈咪应该不会X我吧？看得出她也不想X我。哇，妈咪你衣服很骚哦，这种颜色，你要去什么俱乐部当舞女是不是？哦，该不会是单亲妈妈的孩子吧？哦，不行啊、哦，我应该要重来。我感觉她没有见到我那一个设定的灵敏度。靠北，原来我把音量跟滑鼠灵敏度啊这两个调转在那边调，你知道吗？傻哦，这样好多了。哎，等一下，老太婆，现在就敲你 ，OK？ 再看一次奶奶的样子。Oh my god， 又梦怡了。梦怡，妈妈，我尿床了。哇，你妈这么生气，你还敢过去跟她讲这件事情？我的天，不开玩笑，我觉得他妈会跟她说干我屁事。吵死人了。是屁孩！話しかけないで。哇、哦，你很嚣张嘛！哦，最好不要给我拿到锤子哦。那你知道我是什么锤死奶奶，你就完蛋了。話しかけるなって言ったでしょ。忙しいの分かるでしょ。这个人条形状 ，what？ 哦，更年期 ，OK？ 要外面没有什么东西看。啊你啊你哇啊你你肾虚啊！哇，难怪妈妈不想要跟你讲话。哎，确定是欧尼，不是欧巴吗？姐姐有什么内衣？我想要穿一下。哦，不对，我是男的，靠腰。哦，又是这个公仔。啊，欧尼桑，姐姐我尿床。Bro， 你可不可以讲一点其他的话？不要讲是你妈跟你姐，是我都讨厌你啊、哦！又来的哦，相对妈妈姐姐会比较好一点。去把湿的床单拿过来吧。去拿自己的床单。哇，这次还有这个任务栏呢。姐姐也更年期。啊？全家更年期，我也更年期就对了，是不是？这是死吧？
你屎床吧，你不是尿床。哟，好臭！真该死，这个颜色应该是吃太多榴莲了。我哪来的姐姐？じゃあ一緒に下に行こう。Nope， 你是女生，你就应该去帮我洗床。洗濯の仕方を教えてあげる。烦呢，拿过来就是让你帮我洗呀、啊，干嘛又要我自己去洗了？真讨厌，这姐姐真讨厌。我姐姐会瞬移，不要惹她呗。是吗？那不是大熊的家吗？这也可以开吗 ？My God， 我希望后期这也不用开。哦，有养猫，猫咪，猫咪，你要修我的床单吗，猫咪？哦，家挺大的嘛，你没有很穷嘛，对不对？这也是鬼吧，靠爷！我 game over， 还没有玩就 game over， 跟我人生一样。这可以打开吗？可以、啊。不然我这鱼不会动哎，它也不像死了吧？死了会浮起来啊！哇，这鱼用腿走路了吗？它不是用腿游泳了吗？哟嘿 ，OK， 有酒啊，很快。哦，有跳白。啊，我们终于来到了浴室。哇，我找了三年，自己吧。Two last watch， 我首先要把这个床单放进去。怎么打开啊？哎、欸，你不要光看啊，你要帮帮我啊，靠背。そのシーツを洗濯機に入れて。哦，要先按姐姐的胸部。入れたら。啊，原来洗床单要先按姐姐的胸部。OK。電源はその入りボタンね。はい。その次にスタートボタンを押して。スタートボタンはい。それで洗濯ができるから。はい。簡単でしょ？ね、割り簡単でした。また聞いて。はい。记不住，我可以再按多一次吗？哦，可以，明白。原来姐姐的胸部是洗衣机说明书。打开，哇，不用这么大力吧？你洗一次衣服，你被你妈判出家门？哎，他刚刚说要什么了啊？哎，不要不要误会 ，OK， 我在家有洗衣服了。Power， start， 是不是？好歹我也是。やり方は分かった？ね。これから洗濯はレイヤが担当ね。What the hell？你在说什么？哇，妈妈呢？你在说什么鬼话、啊？女人，没有一点知道自己的家庭定位是什么？九月一日，突然间过了两个月，两个月我妈都没有回过来，是不是？莲雅，莲雅，姐姐在叫我。我怎么突然间长大十八岁？是在厨房吗？询问姐姐。我有尿床吗？啊，没有尿床，没有借口按姐姐胸部了。哎呦，下雨哦！这个灯的光源是从哪里来的？抓到了，那边乱做游戏，那边感觉会有个死人头伸出来，你知道吗？我妈呢？哎呦，哇，妈人真的不见了，那个贱女人真的不见了，各位。阿尼桑，阿尼桑也不在了哦，阿尼桑，阿尼桑的床单来月经了，哇，囤了这么多垃圾，家庭用的垃圾袋吗？他说，我家猫咪呢？我家猫咪还在，我一躲在这边两个月不出来啊，有忧郁症吗？太多垃圾了吧！妈妈走了，我们不会照顾自己是不是？条鱼呢？那条鱼复活没有？我又多死了两条是不是？哇，吃了这么多泡面，100分，100分，100分，肯定是我啦！我觉得太脏了吧？怎么会这样呢？姐姐看起来也不是不懂事啊，姐姐怎么的？あと少しでできるから、その間に洗濯物干しといて。OK， 晾干洗衣机内的衣物，好哦。为什么会有一个角落这么奇怪 ？Bro， 还是在吃泡面吗 ？What？ 你再煮下去，你弟弟下是不是尿床？尿癌症遗物，你知道吗？Hello， 洗衣机我又来了。让我看看姐姐的内衣。哦，在这里而已。OK。哇，好方便啊！都不用走出去。知道啦。早く来て。不要整个鬼这样 ，OK？ 哇，这个配色，难怪你妈不爱你。我现在要去吃东西了。Hello， 用餐用餐。久しぶりにカレー作ってみたんだけどどう？你要我讲实话吗，女人？你会嫁不出去。不过声明，这个弟弟的设定不是这样的 ，OK？ 非常好吃，姐姐有咖喱是真开心，像平时一样吃泡面也无所谓。My God， 你姐姐这样照顾你。材料準備するの。对啊，有咖喱吃就很好了。谢谢姐姐。感謝して食べな。要心怀感谢的吃哦。什么心怀感谢？我要先跳一段求佛吗？啊，爸爸妈妈，爱洗。手汚さないでよ。哦，这是他姐姐的小考。姐姐好聪明啊！现在全部都是100分耶。姐姐好厉害 ，Sky。姐姐看起来很犹豫。でしょ？
お母さんに見てもらうの。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妈妈，妈妈会回家吗 ？Oh no！ 帰ってくるに決まってるじゃん。是吗？看起来不会哦。他刚从楼梯下来的那个速度比光速还要快哦。100点のテスト見たらきっと喜んでくれると思うの。问题是他看到我们不开心 ，bro。你考1000分回来都没有用啊！家里的鱼残疾，小儿子尿床，姐姐煮咖喱像死一样，我是妈妈也不会回来。我只要跟姐姐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希望妈妈会开心，当然是希望妈妈会开心啊！你刚才第一句话有点变态哦。そう思うよね。嗯，哎，姐姐你很喜欢妈妈呢。普通じゃない？子供なんだからお母さんさえいればいいってこと。啊，不对，他的意思是他妈妈脾气这么暴躁，他姐姐还是这么顺从吗？明明我也在的说。哦，他要他姐姐疼他，是不是？那弟弟有什么恋姐癖吗？9月5日，两天之后，衣服已经干了吗？把干衣服放进衣柜吧，当然干啊！你睡这么久，你也干了 ，OK？ 傻。破案了，各位，原来变态是弟弟啊，这还是可以看吗？哎呦，已经变成这样了吗？人去楼空了，没有，姐姐的床单还是要染的月经。啊，你上，哦，你上，喵喵喵 ，Oh my god， 你的垃圾袋穿魔流物啊，这边直接变垃圾堆、垃圾场哎，哇，跟我邻居家一模一样哦 ，Oh my god， 这设计一定要给100分 ，OK。姐姐，啊不是，我要来找晾衣服，不是姐姐，把干衣服放进衣柜，太安静了吧？我姐姐人呢？喂，出来陪我啊你！要把你烤来吃啊？妈妈的衣柜吗？还是我自己的衣柜？应该是我自己的衣柜吧？靠背 ，OK， 啊是，对对对，爸，今天听不见他叫我，姐姐做好饭了吗？姐姐。我肚子饿了，姐姐，姐姐不见了，姐姐也去俱乐部跳舞了。今天没有做饭，去哪里了？喂 ，Where's my 姐姐？姐姐该不会把自己伪装成垃圾袋吧？就为了不要给我做饭。我现在除了可以站在这个桌子上面，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放开，我可以出门找姐姐吗？哎，我姐姐人呢？这猫是不是有社交恐惧症啊？哦，我要上去，姐姐不在。姐姐呢？姐姐，你不在这儿，完，该不是要出门找姐姐吧？不要吧，小兄弟，你刚刚不是来过了吗？也不在这里，是到外面去了吗？姐姐的鞋子不见了，哇，我们真的要出去，在这种时间出门去哪里了？雨也下得很厉害嘞，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呢？我要去找她。OK。你要玩了，这是姐姐圈到 OK， 你一出去你就回不了家。按一呼叫，阿内酱，阿内酱，哦，叫阿内酱，哦，可以奔跑哎，咻，哦，不能跑就咻，哇，这个风，哇，这个风太推力了吧？这个狗曲吗？可以跳下去吗？我，哦，不行，陷害不了他。啊，走啊你啊，我先走自己嘛，这好像不太适合一个小男生走，你走自己好。阿内酱，我要给我做饭，女人。别人的家不能进，我怎么一直往前跑哦？太诡异了吧，小杰！阿妮酱，阿妮酱，阿妮酱，我跑了几十啊！哇，我跑很远呢。阿妮酱，真的可以吗？让一个小孩子这样子出来？阿妮酱，完蛋了啦！越跑越远了，也不能进啊。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区域是吧？哦，你在哪里呢？9月8，哦，他姐姐直接不见掉去，完了，完了。掃除の時間になりました。皆さん掃除をしましょう。我上学吗？还是我姐姐上学？哦，我上学。哦，姐姐不见我，还是自己回去上学。爸爸爸爸。本小学生的帽子，我感觉他们都书包的帽子很可爱啊。看那些影片，他们过马路的时候，哇，脸脸也太厉害了吧，人小小。Oh my god， 这谁？哎，这看起来是我的智障好朋友，应该是吧？哇，哇，哇，那肯定是 Cable 未来之星啊！这个哇，那没东西，你在擦擦小，糊弄谁呢？那群死小孩，
好好，打扫打扫市民。哦 ，OK， 哦，我是要拖这个，哦 ，OK OK， 自己的节奏自己拖是不是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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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哎、欸，走开哦，会怀孕哦。啊，然后嘞，该不会连隔壁班也要打扫吧？我，我是要打扫他、啊，他看起来需要被打扫，中二，真的挺中二的啊，随便坐一坐，快点搞定吧。所以房间凌乱就代表内心也凌乱，我家奶奶是这样说的，所以一定要打扫得漂漂亮亮啊。 OK OK OK， 看得出你猜一本，我猜得快得自闭症。这个呢，向日葵， OK， 应该叫菊花吧。男士们要好好打扫的，得得得得得，哦，这里哦啊，我边走边弄啊，靠呗，彻底打扫完了这一次，完成了。哦，上课了，我的同桌是谁？是左里吗？右里人呢？哦，老师来了，先生，哦，先生 ，nice body， 嗯。谁上课会一直在那边这样叫？哇，这个音效也做得太夸张。Hello， 安静，要不要带卡哇伊机 ？Dance， 你哦，没有人讲话。听好了 ，Dance， 没叫的时候 Dance， 千万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 Dance。OK， 轻巧新可疑人物轻路呀，也不是哦，小丑也会出现的，要小心啊！大家安静 Dance， 那么来说再见吧。啊，直接放学。さようなら。さようなら。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OK。你们以后也见不到我。明明说过今天也要一起回家，谁？三个人都跑去哪里了？我找到是三个王八蛋 ，OK。哦，我有同伴跟我回家的。是你吗，王八蛋？哦，不是，是小丸子。哎哎，直城，听说小丑会趁你一个人的时候出现，这样啊？你有看过小丑吗？我没有，你就是啊。但是有时候会感到他的气息，连你也要小心哦。小丑有狐臭。哎，你谁？借给苍玄的雨伞，他还没还给我。他玩弄你了，女人，怎么办好呢？是谁的秘密被发现了？卡白他说啊，这是那一个彩蛋。你谁啊？美月。妈妈和千姐姐两个人总会一起做饭，他们做的饭超好吃的。今天的饭会是什么呢？不知道，汉堡排吧，汉堡排吧，吃死你啊！汉堡排，要是真的就好。代表说我想要吃汉堡排吗？先生，最近你姐姐都没有来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吗？她不见了耶，她身体不知不，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隐瞒呢、啊？不想说的话，就代表你想说的时候找我商量吧。是这样哦，你父母都没有联络学校，让我们很担心呢。他虽然没有跟我讲话，喂，偷东西啊？哦，是你啊，奇怪啊，到哪里去呢？我没有拿 ，OK？ 怎么了吗？我要丢下你喽？怎么了吗？我问问看急诊，你不能问看急诊。哎呀，我去问问看急诊吧。不客气，你晚点陪我回家就好了 ，OK？ 喂，是你吗？急诊？哦，直诚。老师怎么盯着我看，那么奇怪？哎，吉正，陈海，什么时候回家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哦。今天要来我家吗？可以可以哦。西乡总是这样，什么都说可以可以，不要总让我来决定啦。对不起，你到底是来还是不来呀、啊？我要去。好，下次不要再说可以哦。年年你是这样啦，妈偷听女生聊天啦。热女，哎，是你啊？青露刚刚说的小丑是什么意思？听说会在回家的路上出现，我好多朋友啊，其实可疑人物，我是社交化也许吧，可是好像不会对人做些什么，是吗？你怎么知道嘞？诶，是你吗？吉正，你在找新源的橡皮擦吗？嗯，不是，我没有在找。嗯，我看见上课时借了之后给旁边的青露。青露总是这样啦，向人借东西又不还，可能还在桌子里面吧？是吗？青露是谁呀、啊？哦，青露是他的同桌，让我看看啊。记吗？找到信。哇，女人你哇哇，你是哇。私の消しゴム見つけてくれたんだ。不客气。ありがとう。
我去了。玄关で待ってるね。好，也许你应该退学了，清源。志明，这游戏充满了小孩，你是家在乱说话，看幼稚对不对付你。人家小丑的传闻嘛，怎么大家都在说这个啊？不知道。啊，我知道啊，为什么不让我回答？当清欢对自己不利时，就闭上嘴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家伙。妈妈是这样说。是怎样？这游戏丑男了啊？哎，尿床怎么了？啊，尿床没有人权了是不是？啊，全不知道好了。刚刚青露也提到过，如果你看见了小丑，他就会跟着你回家，擅自走进你的家，很可怕呢。有什么解决方法？哎，不要讲一半不讲一半，靠呗。所以是没有解决方法，是不是非常口？哦，又是一个可以让我梦遗的地方，啊，好香啊！新源的鞋子真香，你谁呀？这人怎么有跟我一样嘴巴都是歪的？那苍玄，哦，是你啊！喂，你把这把伞还给昭哥吧，自己去还啊！不要这样说啊！さかちゃんって、我不是很想应付昭哥。別に怖い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けど。啊，舔狗还是舔狗 ？OK， 好，自己去还。进去还啊，干嘛？友達だろ？嗯，不是朋友。哎，不要这样讲哎。等到你真的被小丑跟踪的时候，你可以出卖他。哇，你给很快嘛！这苍玄胜许哦，他脸发青哎。糟哥刚刚好像是在我的班上，是不是啊？哇，直城已经走了十个圈，你怎么还没回家？糟哥是你吗？好像是你吧。糟哥，我拿到你的雨伞了。不自己亲身去还借的东西。竟然要别人带他去还？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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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评价？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你帮我念他几句 ？OK OK， 没有问题。这里这个部分一直在说什么借人家东西，有什么暗示吗？臭死了，臭死了，青露，快逃 ！What？ 那两个男的在厕所干了什么？这是搞完吗？他们的水壶为什么会有搞完？我现在剩下一个朋友啊，找到贵司，贵司人呢？认同发汗，这些小孩应该是被小丑摧残过，自己不能走，我只可以上楼。不是这边啊？贵司是你吗？我刚没有跟他讲话吗？有吧？还是你是贵司？啊，你是贵司，青露说我这个人很奇怪。僕って変かな？是挺奇怪的。OK， 你的刘海比我的还严重。我说嗯的话，我是不是在扒啊？才不奇怪呢。くれてありがとう。OK， 小姫ちゃんとまさひろくんが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ら帰ろうか。OK， 我等下有什么事你要帮我挡。去大门口，现在有点诡异他们。大门口是这里吗？非常口。OK， 我又要梦遗了。哦，不是这边。啊，大门口在后面啊，靠呗，市民。不知道，印度人没有读过日本学校。OK， 哦，我鞋子在这里。穿上我的小鞋子。Yes。じゃあ帰ろうぜ。帰ろうぜ。我这个穿旋是比较活跃的，不是？但话很多人。刚刚昭哥在剩穿旋的气。あさかちゃんが。昭哥他干嘛？まさひろくん、なんかしたの？喂，你们是怎么走路啊？你们上学老师没有教你们怎么走路的，是不是？あ、なんで怒ったの？卡白靠窗。余計なこと聞くなよ。他借雨伞不还啊！我跟你借你老爸不还，你会生气吗？是我把雨伞还给昭哥的。你有什么东西看吗？不能走。我不是驾车来的吗？所以他们刚刚聊天就说什么啊，苍玄没有亲自把雨伞还给昭哥，所以昭哥生气了，生气了干我们屁事。我妈走了我都还没有生气。Let's go， 向左还是向右呢？向左吗？好像在这里吧。哦，那边才有屋子啊。走路不要挡路，死小孩。那你不要跟我讲，我的顺序是我最后一个回到家的哦。好像外面站了个小丑在那边盯着我看，是不是？哇，谁家家这么有钱？贵生怎么穿着学校拖鞋？本当だ。靴じゃないじゃん。だって靴に履き替えるの面倒くさかったんだもん。そんなことあるの？贵生对劲。変わったやつだ。穿拖鞋可以跑得比较快，是不是？哇，他有预谋哦，贵生有预谋哦。面白いよね。我走到。これも嫌いじゃないぜ。ピュー！嘣！没有。好呗。
我要向左转，有人在这边盯着我们。不是吧？是一个视角而已，是不是？谁的家？哇，我跟 哪一个穷？靠！别吓死我，以为是小丑哎。哇，这边有人种菜哦。哇，这边是我的游乐园。啊，前面是阿妈。ここで隠れもしようぜ。啊？好大风哦！你要确定哎，小孩。そうだね。みんなでやろう。公園の外に出るのはなしな。じゃんけんで鬼決めようぜ。玩玩下，突然间一个不见掉去。最初はグー。最初はグー。出石头，出剪刀，出布，出哪一个啊，家人们哈？我感觉出哪一个都会影响到我的结局哎。不是、啊，我们根据苍玄的样子吧，整个石头这样，是石头吧？Are you serious, man？ 对，就只有我输，你们肯定是传统好的靠背。二十 ，Oh my god， 我当鬼了。啊，不就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零，藏好了吗？まだだよ。What？ 藏好了吗？もういいよ。好，来抓人哦，要找到地方。Bro, who are you? The hell！ 哎，刚刚明明有个阿嬷，你怎么会在这里？贵司的书包，哎，他们的书包在这里。What the hell？ 你不要过来哦，打死你王八蛋！哎 ，guys， 不要玩了 ，OK？ 那边有一个很奇怪的人呢。啊，你们人呢？靠腰，三个王八蛋！人家该不会捉弄我吧？们，这里可以进去吗？可以。那能让我找到一半？等一下，我看到一个死人头啊！给我出来，王八蛋！那、啊、是不是你爸啊？找到贵司了。僕は草だよ。我是草王。刑事君じゃないよ。ごめん、ご次はもっとなりきるぞ。哎，那人是谁？对对对，那人是谁？你帮我盯着他 ，OK？ 我咱们剩下两个王八蛋，你不要跟着我，你要盯着他。我一直往这边看呢。你爬上去吗？哇 ，Are you serious？ 哎，你不想玩游戏的话，其实可以不用玩的 ，OK？ 对呀。找到新人了，被找到了啊！被找到了，以为不会被找到就算了。不是游乐园这么大吗？这可以开吗？怎么这么多草啊？方便人家遗弃小孩吗？这边苍玄喜欢高的地方，找找看上面吧。哇，他会爬树哇！哇，这头树怎么突然间对着我抖动啊？哦，找太久还会有提示？不会哦，我感觉苍玄这个王八蛋自己回家了哦。他该不会爬上去这边了吧？哎 ，What？ 我刚还真没看到他嘞。哎 ，Bro， 下来，石头不会爬树 ，OK？ 啊，見つかっちゃった。俺が最後。哇，你屁股露出来了 ，Bro。原来我是最后一个。戦いがあったぜ。没有，他肯定是最后一个才把他显露出来。好呗。もう一回やろうぜ。不要！你看到那边有一个奇怪的人吗？那你可能啥？ねえねえ、君たち。君たち。一緒に遊ぼうよ。ダメ！ダメダメダメ！おい、麺屋君どうする？屁啦！你问我干嘛？我不要回答。好，不要一起玩。What？ 我不要一起玩，他会怀恨在心吗？啊，我们先一起玩。然后不要理他，然后我们偷偷溜掉，怎么办啊，家人们？我要发快拍吗？我感觉好像选择跟他一起玩会比较好。不要跟他一起玩，他等一下真的会怀恨在心吗？他应该不是小丑吧？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しゃあないな。じゃあおっさん鬼な。わかった。わかった。おっさんは大人だからコンテナの中で数えろよ。わかった。他看起来很单纯。干嘛？他把他锁住了吗？喂，今のうち。哇，你真的王八蛋呢！我操！你长成石头一样，我也没有讲你。What？ 拜拜！我书包是哪个？我书包是这个。啊，拜拜！对不起啊，就是你看这，我不要看到。
怎么办啊？他明天要来找我帮手而玩呢，啊！不管我自己去找个。ここまで来れば。那很恐怖哎，都跑到这里了，我应该拒绝的。Oh my god！ 完了，他就要来找你们了。じゃあおっさんに。啊，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跟我玩？一人で話しかけてこいよ。找他说话，我才不要。哎，你干嘛这样啊？靠背，被你害死了。Holy shit！ 我还可以走回去吗？我应该不可以走回去了吧？哎，不想去。Oh my god！ 看我们这完完全全当了一个死小孩 ，OK？ 可以看吗？哎，搭车走吧，我们去另一个城市生活吧 ，Bro。要是我刚刚拒绝的话，他也会想尽办法要跟我玩。ねえ、もしも不審者が来たらどうする？不審者ってさっきのおっさんのことか。あの人じゃなくても、もしもだよ。不審者って何するの？誘拐？他给你玩抓迷藏 ，OK？ 绑架之后会干嘛？让你帮他洗床单，你讲恐怖恐怖啊？俺んち金持ち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いと。私の家はそんなにお金ないと思うから。What the hell？Oh my god！ 我在跟你这个石头王八蛋当朋友，真的是害死人了。完了，哎、靠北。没有这样说。啊啊！ちょっと耳貸せ。レイヤ君、そこの店で盗んでこい。你干嘛要这样啊？哎，我不想做的。ビビってんのか？这是不正确的。才没有。でこい。我的天，家里快没有东西吃了，你只能偷了吧？偷洋芋片，偷泡面，偷饮料。哎，家不是很有钱吗？哈，干嘛要我去偷啊？喂，哇，你书包吓我一跳，鬼死！别哩，干嘛使劲叫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偷的时候不能被老婆婆发现。怎么偷啊？怎么偷啊？第一次当小偷靠背，老婆婆盯着我哎。安内啦 ！Oh shit! Holy shit, bro! What the hell? 样，有种打我啊！没种是不是？切！过来 ！What？ 那我要怎么偷啊？哈？我要重试 ，OK？ 那游戏到自己结束是不可以偷一偷洋芋片，然后被发现被抓去关就好了，不是吗？我要做什么？这是最容易偷的吧 ？OK。哎，哦，阿妈会跑的。什么没有看到 ？OK。阿妈比较恐怖了。阿妈不会突然间倒回来吧？然后呢？没有人要关我是不是？拜拜。やればできるじゃん。このことは内緒にしといてやるよ。ねえねえ、さっきのおじさん、店に入っていったけど大丈夫だった。完了、他真的要对付我耶。没事。それならよかった。じゃあ帰るぞ。我们一起进去啊？干嘛？啊，一起进来。哎，看到吗？这个博大的，你应该对付他 ，OK？ 看不看？看不看？喂，走走走走走，很忙哎。游戏就爱把人家那边盯着你看，然后什么我不说。我家在你，我家在另外一个市。OK， 我要搭火车回去了 ，Bro。オレンジ着いたわ。你是狗窝。なんか最近お前暗くね。窥视比较阴森 ，OK Bro。家よ。这角度太恐怖了吧？じゃあな。才不呢！跟你这个头碎嘎讲，哇，窥视。僕も家着いたから帰るね。じゃあまた明日。新元人呢？新元还没回家 ，OK？ 哎呀，该不会这样子就找到一个借口说我是坏小孩，然后要惩罚我了，是不是？哎，更紧一点啊，新元，更紧一点 ，OK？ 有什么必要的时候我一定会出卖你。さっきの誘拐の話だけど、こんな田舎で誘拐なんてあるのかな？不知道哎，也许你等下就会知道 ，OK？ 我觉得不会有。My God！ そうだよね。ああ、安心した。但我希望会有怪物。What? My God！ 活该被绑架 ，OK？ 活该被绑架。
才不有趣呢。なんかピエロも出るって。对呀。最近みんな言ってるし、怖いな。我也看过小丑，不要骗了，靠背。本当に。为了撩女生，那边讲那些屁话，请你是背面 ，OK， 星原，你提早道歉一下，等一下我会出卖你。哎，不是哦，可能是星原出卖我，靠背，不要背包掉。レイヤ君のお姉ちゃんってさ、最近見ないけど。你洗澡有认真洗吗，星原？你脖子很黑耶。どうしたの？不知道哎，突然不见，我才不管那种人。小孩知道什么内情吗？大丈夫？应该没事吧。私のお母さん。嗯哼。児童相談所ってところで。OK。働いてるんだって。小学生とかの相談とか聞いてくれるんだって。なんかあったら、うちにおいでよ。OK、今天就去吧、静媛。我帮你洗洗你的脖子、OK。でも、最近、お母さん、すごく忙しそうなんだよね。很多小孩不见吗？私もあんまり話できてなくって。じゃあ帰るね。さよなら。哇，你跑很快嘛！哎，一起呀、啊，靠背，哎哎，等等，哎，靠背 ，shift 奔跑。Holy shit！ 哎，星原，哎，星原，你忘记拿你的 cock， 星原，星原，你的 cock 开门！一定要跑过去嘛，不可以跑回去嘛，靠背，我要把这些东西还给老奶奶 ，OK？样子是不对的，我把东西还回去 ，OK？ 至于是只有一个结局嘛，不觉得？我现在跑回去，然后认错，我可能会触发第二结局 ，OK？ Yes yes yes， 至于是真的这么麻烦，至于是就在考你的那个善良啦，我肯定是善良的 ，OK？ 奶奶，哎，这人还在自己，奶奶，我刚偷东西了，报警把我抓起来吧，奶奶，奶奶看到吗？你要 cock 在这边，奶奶 cock cock cock。What's wrong with this guy？I don't know。干嘛？干嘛？What was that? I don't know, man. 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Stop! That's not fun, okay? 我家呢？我看你想干嘛啦？哇，他很大胆哎，他就这样子跟着我哎 ，What's that? My God！ 肉至于吗？我回来了，要先去洗手。哇，这个水，高科技哦！把零食放在桌子上吧，这样就不会忘掉。放在哪个桌子啊？哇！喂，有主人要死啊！去救我呗！去换衣服吧，换衣服。我该不会在窗户看到什么东西吧？靠腰，这里不可以开的哦，这里可以躲哎。有什么东西被卡住？为什么那边不能开啊？小玉，哇，你坚硬出来，伙食很好哦。不能开！我妈人呢？太不负责任了吧！靠背，做什么好呢？离家出走 ，OK？ 哇，做作业，哇，还可以这样写啊！一，哇，这个字体面交作业上去，我被学校开除吧？下一个，咻 ，OK。复健游戏，各位，哇，我好爱玩这个复健游戏啊！就让我写字写到死吧 ，OK？ 你从后面一下子进来，哎，写错了，靠边，要怎么捅死就算了 ，OK？ 我不要出去面对什么，这作业在暗示我的未来，我读的是什么幽灵学校？我真的要这样子写吗？我写的这个时候肯定就是偷偷进来我家，他觉得我字写的丑的话，就会把我杀掉，是不是？我好久没有认真这么做作业了，我四五一十，五九四五。六指五十三七九 ，OK stop， 我看一下信息 ，OK bro， 看一下信息 ，OK， 简单呐、啊，三九二九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五十二二十，哎呀，这也是谁一直在call我啦？
好不得空啊！哎呀，二十五十简单一千，哎，是不是十一十一不就十一吗？一二一，先加减后乘除 ，OK， 三六十八，二十减五十五，应该吧 ？OK， 下一个是什么？做完了。妈、啊！哎，作弊小小而已。至于吗？哎、欸，小玉，你有看到什么怪东西吗？小玉，哇，小玉，你不要在那边躲起来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欸，小玉，你先下去楼下去，不要再摸它了。这只王八蛋没有帮你看好门口，靠呗。Hello， 我躲在洗衣机吧，按 start， 卷死你这王八蛋 ，OK。要去喂鱼，多久又有喂了呢？该不会躲在我刚刚躲的那个柜子那边吧？靠呗！哇，发臭啊，已经开始发臭啊！这边关起来，先把门打开，打不开。什么？有什么被卡住 ？What？ 没事 ，OK， 什么 ？My God！ 你看我喂一喂鱼又要来了哈，已经有鱼丝要喂完了，然后呢，到我自己吃了是不是？我妈真的没有回来吗？还是我妈她有回来，然后也是遭到她的毒手。她连大人也会谋害吗？大圣面，哇！吃完好上路，果然泡面是最棒。差不多是玩玩游戏。Bro， 你刚刚是眼花吗？只能玩游戏吗？哈，别的地方没有东西做是不是？小玉为什么会一直在那边徘徊？小玉肯定知道些什么 ，OK。完了，你看我这样子背对着这个画面完蛋，玩电子游戏是 ，God， My God， 怎么玩啊 ？OK， 哇，好像还做的挺不错，这是什么？这是富士山吗？哇，他还会做这种小游戏，挺好的，纾解一下你的压力，是不是 ？My God， 鬼要来了！哦，那边有三个屁股。可以动了，哦，这里有个鬼会出来，我先躲过他，牛逼！哇哈，溜了溜了，各位溜了。哦，我拿到符了，我可以消灭他们吗？哦，不是，我要去那个洞，是不是？不行，我要消灭他。嘿，讨厌！哦，我要贴来这些坟墓吗？应该是这样的吧。哦，对耶，有四个耶，耶。二三四，哇！嘟嘟嘟！啊，哦，拿到一个锤子，可以去敲开那三个屁股了 ，OK？ 对，不是，这些鬼好像进化了哦，水很紧哈，耶！拜拜 ，Next OK， 我不要弯回去 ，Bro Stop！ 我在干嘛？谁呀？Holy shit！ 哇塞，你姐姐在我手上。喂，开门了哦！想去玩的话，就把所有气球戳破吧。哇的！哇，光明正大哎！戳他靠呗！去死啊你！我跟他玩游戏是不是 ？My God！我现在完全就是在嚣张，你知道吗？太嚣张了吧！那该不会是整人整事吧？还有两个，讲讲讲，走啊走啊，开门了是不是？夸张小啊，干嘛？哇哟哇！哎，他在计时哦，靠呗，弄不完会讲，弄不完我姐姐死而已，不是吗？关我屁事啊！哎，不是我可以重来吗？我感觉戳不完好像完蛋了，我好像真的会完蛋哦，完了。OK， 自己就弄完了是不是？那你要怎么都好 ，OK， 不要 jump scare， 时间快要完了，他一定会说哦，你戳不完了，好可惜啊，你跟你姐姐都要完蛋哦。还有我姐姐跟我妈妈的房间。不不不，走那边干嘛？走走走，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干嘛？那边开了耶，因为有动静耶，他一定要我上去就是了，是不是？哇，那我玩是不是？哇，下面一大包耶，这样哎，不关我事哦，要抓就抓我姐姐啊，她比较会做东西 OK。 哎，这游戏结束了各位，就这样好吧。小玉，小玉，怎么了？小玉，完了，小玉被赶，小玉被破处了，各位怎么办？啊，小玉，哎，小玉，小玉，找到小玉。OK， 开，靠边，刚刚是我幻觉吗？有什么不对劲啊？喵！喂，小玉，你在哪里吗？刚刚在看 ，Oh my god， 小玉 ，Holy shit！ 哎，小玉，我找到你了，一起躲 ，OK， 小玉，让个位置。见到，耶，你赢了，拜拜 ，OK， 下次轮到我当鬼 ，OK， 长大十八。我姐姐人呢？她是小丑吗？喂，我姐姐，她是小丑吗？姐姐，完了，姐姐麻木了，姐姐不睬我，怎么办？哦，我来到这里吗？我在哪里？我没有被绑住。有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房间呢？哇，我来到这边又要修垃圾位， What the hell？ 哦，可以躲吗？不可以，靠别陷害我耶，他知道我一定是以为躲在那边没有事情。哇，小玉出卖我耶，哦，你不要有机会给我回到去，我跟你讲，小玉真的长这么大没有想到会被一只猫出卖。太聪明了吧我，他故意让我逃出去了，是不是？姐姐，Holy shit， 完了！我不可以进回去，我就自己跑，不可以吗？哦，自己可以进来。遇见姐姐，是吗？不是，这是马桶。我姐姐该不会躲在马桶？喂，姐姐，傻！喂，どうしたの？私はおじさんに誘拐してもらったの。蓮也も私が誘拐するように頼んだのよ。Are you okay？ こうやってすれば。そのうちお母さんが気づいてくれるでしょ。そうしたらお母さんだって私を見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に決まってる。哎，不至于吧？喂，你被绑架你的事啊，拖我进来干嘛？姐姐到底在说什么？不可以被发现，靠呗！你完蛋了，你一定被发现了喂！我要出去喂！不不不，我要翻回去这里，我要跳下去。干，那是干我屁事啊！靠背，呜、哦，那什么？他是死啊？还是什么？要看了，市民 ，OK， 赶快跑 ，OK， 赶快跑。My God！ 走啊，不要管你姐姐了！哎呀，关门！哇，那幅画是什么东西啊？啥？哎，赶快，赶快！妈！おとなしくしときなさい。おじさんは私の言うことを何でも聞いてくれるの。
要确定耶。お母さんが私のことを見るようになるまで、蓮也は余計なことしないで。哼，我知道。哇，这两姐弟是不是有什么怪癖啊？喂 ，What the hell？这是怎样？小一出卖我，我姐姐也出卖我，姐姐变得很奇怪，该怎么办？要可以睡觉，或者是可以出去吗？温死旺姐姐，去找其他人帮忙吧。去不去？去很恐怖的 ，bro。Stop， 让我想一想 ，OK？ 睡个觉，睡个觉。听姐姐的话，现在是结局了，是不是？妈妈真的会来找我们吗？先听姐姐的话吧。大不了人家再重玩，真的要听话。是。Holy shit！ 他问我真的要听话。已经过去两个星期，我仍然在听姐姐的话，在绑架范家生生活。因为让事情变得麻烦，所以再也没有去学校。虽然不太明白姐姐的计划，但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错。哇，你要怎样跟他玩抓迷藏很烦哦。蓮也，カレー作ってるから手伝って。真的吗？姐姐是神经病吧？可以跟他对话吗？我也跟他对话的哦。奇怪耶，怎么会这么奇怪耶？要跟我讲这个是真事，还在煮，有警车耶。有警车在外面呢，各位。哦哦，我没有看到 ，OK。就是你上次吓死我，王八蛋。OK，guys，guys，、okay, 我们要有一个计划 ，OK。等一下，我们找到机会，就喊救命 ，OK。嗯，还在唱歌是不是？等一下你死定了，王八蛋。我现在先假装顺从他们 ，OK。姐姐，捅死你，可以捅死他吗？我真一点都不怕哦。好诡异啊！加进去。哎，一个月前吃咖喱，一个月后吃咖喱，怎么不一样？上手に野菜切れてたね。誰か来たみたい。蓮也出てきて。好啊，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OK。哦，是谁呢？啊、哦，是警察先生啊！干嘛呢？虽然我向警察解释一切，但因为是小 S 说的话，没有人真对待，结果把事实作为绑架犯逮捕。警察好像正在联络我们的妈妈，所以是什么？我也渐渐的对这个绑架犯有好感了吗？他的意思是？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てすみませんでした。我回去妈妈那边真的会比较好吗？哇，姐姐一点呢？いえいえ。姐姐也完蛋了。二人ともきっと怖い思いをしたと思いますので、気にかけてあげてください。Oh、my God。特に怪我などはなくてよかったです。二人とも帰るわよ。Holy shit！ 姐姐，你看起来很开心。まあね。お母さんが来てくれたからね。是吗？你要确定你妈妈有在找你耶？妈妈看起来也不是什么东西了，这游戏怎么办呢、啊？这游戏怎么这样？回去又被妈妈虐待是不是？那一开始的那个男生是谁？なんであんたたちはそうやって私の邪魔ばっかりするのよ？警察に呼び出されるなんて初めてよ！你看，啊，恥かいた。太丢脸！私だって暇じゃないんだから。我劝你少说两句，女儿。どうでもいい。你女儿疯了。なんで私がこんなこと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よ。Holy shit！ 二度と私の手間を煩わせないで。Holy shit！ 还要打我们吗？干嘛？哇，姐姐受到了一个创伤。Oh my god！Oh my god！ 哎，阿妮桑，有什么计划不要 ？Retry！ No no， 这是好结局 ，OK？ 逃出钱什么意思？这是我要选择逃出去吗 ？Oh my god！ 他强迫你玩呢，他不是让你学的时候这样子就结束哎，你知道吗？真的要去吗？去啊！不然姐姐会叔叔发现我不会怎么办吧？应该。哎呀，这很恐怖啊！靠呗。
我只是这样而已，是不是 ？OK， 这样可以玩了，这样可以玩了 ，OK。所以什么？最后只变成我自己一个人回家吗？也有可能哦。他就是想要得到妈妈重视，不是吗？玩电视不能走过去啊！我要干嘛？哦，不行，再继续玩，可以让这个人走开的话。我去哪里啊？靠呗！OK 接出去吗？那边不走哎、欸，哇！你不要跟我讲要从头。Oh my god！ 需要研究一下呗。关电视。那你 ，OK， 我带钥匙，然后我就说自己是可以出去了，不行啊。哦，这有一个箱子，是什么？今天我又出手打他的，要把他困在那个房间，到底什么时候呢？哦，没有，我这里打来着，对不起你，要是我控制不了，谢谢你，谢谢。哦，喂，姐姐是认同我离家出走了是不是？所以假装看不到我，还有什么房间是可以什么的？先上去，姐姐要来了。不是啊，又没有办法。哦，我自己可以走。这是什么？有鬼耶！爬到阁楼，要吗？不要吧！我要拿电池来干嘛？我要爬上去吗？上面有鬼耶 ！My God！ 我不应该爬上来的吧？我只要一个成就，我感觉我要死哦！哇！然后呢？就这样子，我被阿妈吓一下。What the hell？ 可是我现在要干嘛？我还是不知道啊。我拿到电池又怎样？你让我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 ，OK？ 这可以直接开。哦。My God， 我会来得及吗？姐姐要来了，姐姐。好了，赶快，赶快！啊，哎呀，这行走啊，醒目！哦，醒目，还好啊，不会恐怖啊，是刚刚那个骂靠呗。哦哟，那他小丑吗 ？My God， 怎么又会让我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这么靠腰？我可以加快点嘛，腿短你也不应该骑这么慢的 ，OK？ 不，加快点。骑去石头的家了，那富二代呀、啊，那富二代人呢，把我害惨。哦，不是，是姐姐把我害惨，也不是富二代的错哦，他根本没有做什么东西。Oh my god， 真正的小丑来了是不是？他们要出来找我了。是。阿妈，阿妈，阿妈逼点了，完了，阿妈就能看到我被人追。
搬家，他家有钱，他家有钱，朋友和父母马上也哦，想姐姐，想姐姐，姐姐，姐姐，没有，没有，搬家，没有，没有，没有，然后那结局一样吗？我左转会讲啊。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てすみませんでした。我那个姐姐很坏耶，她害那个男的被警察逮捕了，我还是穿着这件这么丑的衣服。我刚刚都没有认真看我的样子，挺屁孩。我姐姐又中邪了、啊！哎呀，可不可以奇怪两步？我靠呗！会是家结局也会一样吗？反正我找人帮忙，好像结局都会一样。你为什么一不开始就偷货车呢？王八蛋！右转，哦，也是一样的。哎，我们现在还有两条路 ，OK？ 先不要抓，然后最后才左转。OK， 我们这一个不懂第几个结局的靠呗，故意让他抓一下哎。故意成就一下姐姐那个内心的成就感，所以我们要假装啊，我骑不动了。哎呀，这里，哦，我的脚突然间动不了，啊，那怎么办？他要来了，各位怎么办？啊，我动不了，啊，我还往后退，怎么办呢？我还往后退，啊，就这样子就没有了。啊，感觉我骑了五年角色，你知道吗？在玩这个游戏。哎呀，终于来到这里了，哎，这是我们要左转。我被撞倒了吗？那你该不会让我跑步吧？干嘛 ？Oh my god！ 我要跑去哪里？我跑去哪里？啊！干嘛让我跑步搞呗？我跑去哪里？我跑去哪里 ？Oh my god！ 什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来了吗？他来了吗？他来了吗？哇！在哪里啊？靠北，很近，他声音很近，他声音很近。哇！骑脚踏车哦，我要骑多久啊？这游戏很恐怖啊！你知道他会逼你骑脚踏车？我觉得我最后也是会被抓回去啊。其实说不定我妈不会开门给我，你知道吧？哇，这个结局真的是让死巨人震撼到我了。对，好，走。哇，所以那个王八蛋还可以直接把我撞倒，是不是？哇，你要玩这么绝是不是，姐姐啊？我真是跑很快 ，OK， 我这跑很快，我这跑很快。应该拐进来呀，还往前返，星原的吗？哦，我跑来找星原了，就说为什么没有这一个人的妈妈，还决定对我和姐姐提供庇护。他去了叔叔的家，把姐姐带了过来。之前听他讲到这时候，我们就没有提到过叔叔，也没有再见过叔叔了。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叫做幼院的地方生活。啊，这是最好的结局哦。哦，所以报警是没有用的，儿童养护设施。哎，可是他是好人呢。他虽然是被怎么样，可是他是那个人好人呢。おかえりなさい。你回来了。不知道也许这样对他们来说才是好的。学校怎么样？喂，大姨怎么会在这边？他不是应该在那个夜行公司拖地吗？怎么办，姐姐？啊，现在怎么办？被你害死啊！变成孤儿了，我现在。蓮也はお母さんのこと怖がってたしね。也是啊，他们妈妈也对他们不好。Oh my god！ 他要来接我们回去啊！私がこの子たちを見ますので連れて帰ります。哇，原来最恐怖是他妈妈哎！母親なので。不，星原妈妈哎！哇，你看他走路走到江孤一。真的吗？あんたたちどうしてこうなったわけ？どこにいたのよ？ねえ、さきこ、答えなさい。あ、回答不出来、わな。おじさんの家、私が頼んで誘拐してもらったの。他而已哦，不关我事 ，OK？ 誘拐？我不觉得妈妈会相信耶。なんてことしてくれてんのよ。そのおじさん何なのよ。お母さん違うの。うるさい！さきこは黙ってなさい！私の子供を誘拐して私に迷惑をかけるなんて、いい度胸をしてるじゃない！他人の家庭事情に首突っ込むなっての！
我妈妈有病吧。この子たちは二人で生きていけるってのに、余計なことしやがって。このままじゃ気が収まらない。誘拐犯の家にこのまま行くわ。What？喂，这家人都有病吧？就是报警 ，OK？ 如果你想要抓他的话，我妈该不会被他敲死吧？ねえ、ちょっと、あんたが誘拐犯ね。こっち向きなさいよ。私の子供をよくも誘拐しやがって。子供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の？哎，不，冷静点 ，OK？ 冷静点。我知道他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OK？ 你看他那个手是很有节奏，他已经在数了，他数一二三就敲下去。あんたがどうこうしていい子じゃないんだよ。My God！ この子たちは私のものなの。母親である私だけがこの子たち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の。喂，讲些话，姐姐。子供は親の言うことだけただ聞いてればいいの。My God！子供にとっての幸せはただそれだけ。Stop！ あんたには分かんないでしょうがね。哪更过分的要来了？ね、不是。聞いてんの？ねえ！嗯嗯。My God！ 大美，阿妈桑。My God！哇，悲剧耶，怎么玩的是？尿裤子了是不是？我漏屎了吧应该。What? What? Oh my God， 我的精神，我的神子。我被干嘛？有什么彩蛋好现在丢出来，我要吃饭，我很肚子饿 ，bro。哦呦呦喂！哇，真的悲剧耶！哇，哎，我可以讲吗？好像很没有道德哎。坏人死了，好人活了下来。好像不太政治正确，是你这样讲。My God！ 哇，这游戏好哎！我一开始还想说，哦，好像蛮普通的这一代。哇，最后那个笑真的有吓到我，这所以就讲整个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玩完了，哇，有震撼到我哎，这一个好玩了。好，那也就这样吧。Chillus 啊，还是没有让我们失望，非常的好玩。那我也期待下一个游戏啊，他那个主播我还没有玩，也许我下一次会玩这一个主播的游戏。那我们下个游戏影片再见，拜个拜。